我哋咧依家就嚟到大圍呢個惠康嚟等緊 K1 博士嚟幫我哋檢疫呢個口罩，一個係大人嘅口罩，一個係小童口罩。因為咧我哋節目組咧就準備咗10,000個口罩啦，準備派俾一啲基層咧。咁我哋首先咧就要等 K1 博士嘅。呢個小朋友係呢度，呢度最緊要係善事咧，即刻做嘅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呢啲肯定 BFE 超過95噶啦，呢啲係啦，都靚嘅。嗱，你見到呢啲，呢啲咧，你見到呢啲纖維咧，見唔見到？呢啲好多毛毛啊，見唔見到？你向住光見到。哦。咁呢度一大撇毛毛，咁呢啲咧就係靚嘅啦。咁佢咧係兩浸嚟嘅。咁但係你哋而家唔會知嘅，因為我哋玩開就知嘅。嗱，呢啲靜電都 OK 嘅。哇！呢個一個好大嘅優點嚟嘅，如果係兩層嗰啲咧。就是它萬一一層穿了另一層都不穿，那這些穩陣的，這個 OK 的了。這個是大人的。那剛才那塊熔噴布它是二合一，但是纖維又小一點，長一點的。那這塊呢就是我現在我未整，我未撕，但我自己剛才一摸就感覺到佢呢塊咧就搣落去就會係啪一聲嘅，即係啲纖維會短啲嘅，但係都係熔噴布嚟嘅。嗱，你聽住喎，嗱，搣落去啪聲啦。所以兩款都係合格嘅口罩，可以去得㗎，捐俾人啦，係啊，可以捐得。嗯嗯，好，今日麻煩曬傾康博士。咁你自己努力啦。好，多謝曬你。